我是洪敏超，我是放射治疗师。当人们得癌症的时候，就必须来找我们，我们帮他做适当的规划，然后给他做放射线治疗，让他的癌症能够早期康复。三大肌让我更有自信，而且让我的沟通更好，这帮助了我在工作上很大的成长。更喜欢我的工作是因为我看到我的病人，他们因为做完放射治疗都变好了。我是洪敏超，我是三大肌人。